Hello， 大家好，我是石雕创作家林哲宇。常常都有朋友好奇问我说，石雕的一个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就想说，透过用影片的方式来记录一下我怎么从石头的原石到雕刻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前往工作室吧。好的，那么这一颗就是我们今天选用的石头，那我们就先在上面简单的画个水平线。先画出雕刻物的轮廓，然后轮廓以外的部分都是要切除掉的。再来是把肚子的部分抛光，好的，那我们石雕创作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选用的石材是台湾的铁顽石，做法呢是巧雕，也就是一体雕，它上下是不能够分离的。然后底部去特制了一个木头的底柱，这样啊，这边有我的落款跟签名。然后因为它是三角蟾蜍嘛，所以顾名思义，它就是可以摇50块，可以招财这样子。假设说你要放在办公桌或者是风水财位，都可以摆这种摆件。然后眼睛的部分呢、啊，就是我想要跳脱传统的三角蟾蜍，所以刻意选用角蛙的眼睛来代替，然后就会变得非常有特色，就是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最后感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喜欢我的影片呢都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或是脸书，都会有不定时的作品更新的照片或影片这样子。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